我们的筷子呢？各位老师发现了，桌上什么都有，但是就是没有筷子，所以开饭前我们要玩一个小游戏，很简单，成语接龙。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转一圈为一轮，两轮接龙成功视为胜利。没答上来呢，怎么办？没答上来不让吃，这组织一天就不让我吃饭了，这是。成语接龙成功的话就给筷子了，是不是？礼尚往来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回答错我来，导演组施加惩罚。对啊啊，还有惩罚呢？什么？不是没错，咱没错呀、啊，没错。不能重复。就是这菜呢，还指不定是谁。不能重复是吗？那你没告诉我们不能重复啊？你得把还我们，我们再来一分，重新再来。哎，咱做游戏不能不说规则呀。从头来，上就撤个硬菜，没讲好规矩，上来就拿走个鱼，真有意思。不是得告诉我们规则是不是？重新给老师说一下规则。往事随风，风轻云淡。回答错误。拿走一个菜，拿走一个菜。这哎，你看我们不玩赖吧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对，就你把这放他那儿，对吧？让他再输拿这个鱼了，人家一会儿起码保证咱有个虾吃。一鸣惊人，人来人往，往事如风，风轻云淡。弹尽粮绝，绝望时刻，刻不容缓。缓兵之计，计上心头，头头是道。道听途说，说学逗唱。畅所欲言，言归正传，转来转去，回答错误，这是成语，去你的吧，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，拿哪个把大菜拿走了？看起来，还来了我还一口没吃呢，龙马精神。神采奕奕，异想天开，开市大吉，吉祥如意，意气风发，发扬光大，大吉大利，力挽狂澜，蓝天白云，好，云淡风轻，轻舞飞扬，洋洋得意，意气风发，意气风发，你自己都觉得不合适了，谁说谁告诉我意气风发的呀？有发扬光大呀，说呀，发扬光大呀，大吉大利，力挽狂澜。哎，我不给你打走一个蓝的，蓝天白云，那真是就绕回来了。赶紧吃啊！我找师傅有点事儿。你们在这个出租车那平台上有没有就你们碰见的包袱？你们两组有什么包袱？来，罗哥讲那个包袱。我们挤兑的，我说孟强，你最起码得说一缺点啊。他说我觉得那说嘛呀？我说你想一想，孟强肯定有缺点。他说你想使劲有，使劲想。他说要不我觉得是缺点就是眼睛太大了。缺点？对，缺点眼珠太大。哦，孟唐，好，这个缺点很好。孟鹤堂，你说相声，你眼珠子太大了，你现在都兴小眼了。哎，这样对，孟鹤堂的眼珠子太大了，这个评价特别好。这叫什么缺点？这叫，对哥，我们这儿有一包啊，我和老秦在湖边上看老两口啊遛那个和这外孙子遛弯，我们过去啊跟这个老头聊天，跟老头一聊天，这老头一激动啊忘看孙子了，妈孩子跑了，什么？没看住孩子，孩子，孙子在前面呜呜跑，我们俩过去追孩子，跑出去五十米，老头别聊，帮我追回来，不是吧？跑！哎，有一事儿哎，挺逗的，本来啊，结尾啊剩50块钱，我想啊，拿这50块钱打车之后啊再剩点来，结果那司机特别客气。不要了，我说别，该给钱给钱，他说行，嗨，那行吧。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，那个。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小活动，这两组队员 PK， 看谁找的的哥多。哦，还咱快到了不？快到了，您算我们的救星了。等一下，要，不要钱，一码是一码。咱下呀，然后就没找我钱。
我看大哥下去给我开门去了，我看这没有要找我钱的意思，我就下来了。下来之后把我关上，得了得，我说那谢谢您。他说没事没事，我就上那儿等你去了。我看也没提钱的事，我说那就我也别提了。张老师，我能采访您一下吗？您说，就具体你能给他们七队都喝翻了那回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？怎么给他们喝翻，转天还醉了呢？一定要做游戏。哎，做游戏，做什么游戏了那天？是不是做游戏了？蔬菜园啊什么？对，逛三园，弄这几个逛三园，他几悠下来，全基本上撂倒一片了。再来回，再来回吧。来呀、啊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狮子、大象、猴子、香蕉。水果园里有什么？香蕉、梨。这怎么？水果园里有什么？水果园里有什么？水果园里有什么？您跑板了，您那个不是人跑我们跑板，人可说出来了，您听懂了？他有口音是他的事儿。水果园里有什么？香蕉。这个咱没标，就是那个规定说不能说方言啊。我们得听得懂方言了。放心吧，有。动物园里有啥呀？大象、考拉、野狗、猩猩、猛犸象、猩猩。对，哎，孟哥也得跟着喝。我为什么呀？乔先说对，你也得喝。他那儿错了，你还接着说。就对。干杯吧，朋友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又喝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猴子、香椿、香椿，怎么老香？我就知道跟香椿干上了。栾哥，您准备啊，水果园要来了。水果园里有什么？水果园里有什么？转不了一圈儿。对，咱玩什么都转不了一圈。来，水果园里有什么？蔬菜园里有什么？香椿、黄瓜、土豆。哈密瓜干嘛呀？哈密瓜什么园？什么人老秦都没听清楚啊？动物园里有什么？狗、黑猩猩。渴了，兄弟，渴了。狗，狗也没毛病。动物园里不能有狗吗？狗也是动物啊，只要动物园里有的就得算啊。对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犀牛、大象、猎狗、猴、蟒。好，每次到他这儿都坏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大象、饲养员、蛆、好啦、长臂猿、猎豹、骆驼。动物园里有蝉。是想说骆驼来着吗？你想说啥？香。香。什么玩意儿？香。好，喝一个。动物园里有香不香香香香香香香。